艾特佳姐，我是短发，穿着比较中性，几乎不怎么穿裙子，感觉这样的女生很少有男生喜欢，是不是缺少所谓的女人味啊？印象中男生大部分都喜欢黑长直、小鸟依人、温柔可人的女生，那是不是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男生在谈到理想型时普遍喜欢长头发、大眼睛和穿裙子等特征，性格温婉乖顺，没有太强的侵略性，可御姐、可萌妹子，这些都是女性化的象征标志，这是中性风格的女生就坐不住了，我们就不配有男生喜欢和保护吗？女生必须温柔可人，长发披肩吗？早前让男性选出在娱乐圈中的女神Angelababy、 迪丽热巴、高圆圆、古力娜扎均位居前列，前几日发起的《还珠格格》直男投票上了热搜榜，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晴儿、韩潇和紫薇，四五六名分别是知画、金锁和小燕子。中性风不等同于异性风，中性风是阴柔与阳刚的完美平衡，将阴柔和阳刚进行平衡的混合，创造出了独特崭新的风格。Erica Van Valini 2018 秋冬系列 Pots 1961 2018 秋冬系列 by La Roche 2018 秋冬系列。最近几年中性风可谓是席卷时尚圈，中性风也是设计师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，因其混合了自信与性感，印证了摩登和帅气所散发出的冷静自我，超越性别的界限，在衣柜里为女人男人找到和平共存的理由。中性风已经见怪不怪，甚至相当流行了。让我们看看明星和潮人们如何玩转中性风的进阶法宝们。中性风元素一：炒酷短发标志元素。短发代表人物李宇春，春春可谓是中性风穿着的风向标，短发礼貌和女性化十足的耳环完美中和，家人十月看顶着寸头亮相的 baby 酷帅不止一点点。窦靖童 Kristen Stewart Cary Delevingne 英国演员 Tilda Swinton Ruby Rose 中性风元素二：暗黑风 All Black 标志元素 All in Black 代表人物 Carly Close Carly Close 像 KK 一身暗黑风，高挑出众，刘雯一身简单休闲风 All in Black 棒球帽加持，清冷别致 Bella Hadid Gigi Hadid Kaya Gerber 黑色廓形大外套，帅气中性，再加上超窄墨镜和帆布鞋两件单品，耍帅实力一流了。中性风元素三：宽松 BF 风单品标志元素 oversize 卫衣代表人物海莉鲍德温，超出自己身材一到两个 size 的男友装一只大型旗袍，这种宽松休闲好似起床后随意穿起了亲密男友的衣服，被更多时髦女性所青睐，于是跟美 boyfriend 风的潮流单品层出不穷。身穿 Adidas 黑色条纹卫衣和黑白拼接运动裤，时髦又随性，宽松的卫衣能遮住上半身，将女性的曲线模糊化，有个别的大胸妹子就很爱宽松卫衣，上身也会更加舒适。艾丽安内格兰德的这件 oversize 白色印花卫衣彰显其独特风格，标志元素休闲西装代表人物宋茜可是西装外套的钟爱者，各种垫肩西装西裤都被他完美演绎。Daily Board One It Girl 一拼实力可圈可点，原来穿衣风格个性的海莉才能赢得比伯的心，和 The Weeknd 复合不久的 Bella Hadid 一品和颜值直线上升，身穿 Vivian Westwood 复古西装，脚踩白发黄色高跟鞋，个性出彩，实力演绎美酷结合，公气十足。西装最开始是属于绅士的穿搭，立即有型的版型，显得整个人利落干练，男友款西装深受职场的妹子们喜爱，能轻松打造出专业可靠的形象。时尚买手 Alina Halimi 造型解析西装 Natasha Zinko 阔腿裤 Natasha Zinko 时装编辑 Julie Perigos 这一身深西装搭配真看得我欲罢不能，如果有一种勾能一眼秒杀我，那只能是中性西装勾了。一身挺直硬朗干净利落的西装展现出的不再是柔美温婉，而是更加成熟迷人的女性味。标志元素多样裤装代表人物刘雯，窄窄的吸烟裤可以说是除了牛仔裤之外另一大经典裤型，
宽松西裤才是当下最时髦的。帅气干练又气场十足，与衬衫、针织衫、西装等单品随意一搭，就是一副女总裁的架势，舒适度也是极高。作为 BF 风的忠实粉丝，刘雯总能把直筒裤、阔腿裤穿出她的感觉。一件 LIUW 的 NX Turtles 毛衣更加凸显其容纳随性的潮流感。Lily Lawton 2018早秋系列 Handle Jenner 这种肥大的阔腿裤，通勤简约又酷感十足。时尚博主 Tara Fogney 工装或加短靴，作为时髦精们的最爱搭配之一，不仅百搭好穿，帅气值也是直线上升。Tara 用卫衣来搭配，则有一种俏皮的 feel。 时尚博主 Annabelle Rosendo 左硬朗的衬衫太古板，肥大的 T 恤太随意， BF 风真的这样难搭，一条工装裤瞬间搞定帅气穿搭。女孩子不是一定要走软萌或者御姐范儿，工装裤宽松的版型给人一种桀骜不驯的感觉，帅真又随性，街头感十足。不管你是甜美可人的萌妹子，还是大咧咧的中性感，记住无论在哪里都要保持都永远不过时的少女感。还有也是被很多人忽略的，对于男生而言，天生不喜欢有距离感的异性，女性亲和力也同样重要。女生就要特立独行，活出自己的精彩，幸福自然也会自己来敲门了。佳姐推荐 Ambush 是来自东京的一个特立独行的服饰饰品品牌。 Ambush 走中性风，秉承前卫作风，体现品牌叛逆态度。 Ambush 半拉链防风夹克参考价1万 CM， Ambush 高领 logo 印花套头衫参考价4800 CM。 Vetements 它怪诞另类，街头小众，年代复古，也幽默玩世不恭，更癫狂无畏，有种不迎合不媚俗爱谁谁的气质。对喜爱中性风打扮的女孩来说， Vetements 就是不错的选择。 Vetements 大廓形印花纯棉平纹布上衣参考价6000 CM。 Vetements 刺绣棉质混纺平纹布帽衫参考价4800 CM。 Acne Studios 艾克尼 Acne 是瑞典知名的品牌，看着艾克尼 Acne 的设计，你会发现很多现代设计元素，简单的 Silhouette 舒适的物料，搭上基本的色调，时尚指数超前，其中有包含很多偏中性的大品。 Acne Studios 运动休闲裤参考价2800 CM。 Acne Studios 套头卫衣参考价3000人民币。中性风就是穿上男性化的剪裁，展现女人优雅帅气的一面，总之是帅气中不失女人美。厌倦了日常的女神范儿的女孩，不如也尝试一下个性的 BF 风穿搭。女孩子一旦帅气起来，真的就没男友什么事了。